们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啊。那个前面我们也对这个监督学习做了一些解释，他这个就是这里更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监督学习，监督学习有哪些，主要有哪些这个除了前面讲的这个回归和分类，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监督学习的这个东西，它基本实际上就是用带有标签的训练数据来训练模型，从而使模型能够预知未知的数据的标签。在监督学习中呢，这个训练的数据集包含了输入特征和对应的这个输出标签。模型呢，通过学习这个样本中的特征和标签之间的关系来构建一个预测模型。一旦模型训练完了以后，它就可以预测未知的新的数据的标签。这个监督学习主要是应用回归和分类。在分类中呢，模型呢需要将输入的数据划分为预定义的这个类别，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它是一个离散的，这个类别。然后我们可以使用监督学习来训练一个垃圾邮件过滤器，该过滤器可以输入，把输入的邮件化为垃圾邮件和非垃圾邮件。在回归问题中呢，模型需要预测连续输出的这个变量，我们就是连续值，对吧？如果我们可以用监督学习来，训练一个模型，比如说预测这个房屋的价格。监督学习的算法呢，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算法，包括这个决策树、神经网络。这个其实这个回归和这个是指它的这个应用啊，它没有，它这个实现的算法是决策树、神经网络、知识向量机、步数贝叶斯这些算法在处理不同类型的数据的时候，它各有优缺点。决策树呢，可以解释，这个模型的决策过程，对吧？这个神经网络呢，它是解决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但是它没法做出这个解释，就是有道理的解释。在选择这个监督学习算法时呢，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和这个需求来选择合适的算法。总的来说，监督学习是一种带有标签的训练数据来训练模型的机器学习方法，它可以用于分类回归问题，并且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使用，在对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生物医学中，广泛应用。然后这个无监督学习呢，我们刚才讲了，它与监督学习不同，它不需要带有标签，的数据来训练模型，而是使用未标记的数据进行学习。在无监督学习中呢，这个模型呢需要从数据中发现隐藏的这个模式和结构，我们就说是进行分组啊、降维，这个聚类就是分组。与监督学习相比，无监督学习更加自由和灵活，但是也更加困难，因为没有明确的标签来指导模型的学习。无监督学习呢，包括聚类、这个降维、异常检测等等。这个在聚类问题中呢，我们需要将输入的数据划分为相似的组，以便更好的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管理。比如说，在市场营销中，我们可以用聚类来识别，有相似购买行为的顾客群体，把这个就是有潜在购买顾客的群体划分为一类。在降维的这个问题中呢，我们可以将高维的数据转化为低维值，这个以便做可视化的处理。就维度太高的话，也就是数据的里面的冗余都很多。我们去掉一些数据，它还可以表示原来的这个图像，对吧？就是以，比如说图像处理中，你把这个图像的一部分图像给去掉，它仍然能表示原有的这个图像。在这个异常检测问题中呢，模型需要识别数据分布不同的异常点。在工业制造中可以使用这个无监督学习来检测生产产品线上的异常产品。就是这个在一类数据中，如果是哪一地它是有异常的，对吧？你可以把它检测出来。聚类、自组织映射、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主要是用这样的一些方法。它们各有优缺点，还有非君子聚类这些。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基本的名字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查询，然后那个再更详细的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所以说，就是从这个大的这个概念，那我们要是一旦懂得的话，我们就可以更详细的学习。然后强化学习呢，它是通过与环境交互来学习进行决策，以达到最大化的某个奖励的目标。与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不同，强化学习的训练数据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环境交互不断的生成的。
但是就是这个要看你怎么去做，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强化学习，它是跟环境，就是这个，其实在某一个时期，它的数据也是定，模型需要确定在环境中做出决策，这个环境会做出反馈及奖励信息，奖励信息有时候是我们人为的，有时候人为的给的，就是这个车，你要是，就是走的这个路是正确的，那我们就给一个比较大的奖励，给一个或者是什么样的奖励。如果是这个，对吧？你走过了路，或者犯一次错误，我们需要去扣分，这种类似于这样的，需要有时候也需要人为去标记这个数据的。这个它的应用非常广泛，在游戏啊、机器人控制啊、自然语言处理、金融领域。我们一直在用这个强化学习做这个金融模型、预测模型，所以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交流，多交流，然后或者一起参与。我们会提供详细的这种，从基础到这个最深度的这种培训，而且这个课程也在 YouTube 上公开着。大家看到的话，可以就是说要学习哪些课程呢？我们也可以就是交流交流。如果是有兴趣在这个金融做点东西，那也是挺不错的。大家可能可以靠这个东西获得财富自由。这个在机器人的控制中可以使用这个强化学习训练机器人执行特定的任务，在自然语言处理中可以用强化学习训练聊天机器人进行自然对话，对吧？这个在金融领域可以用强化学习来进行股票的交易和投资。这个我们一直在研究这样的问题，而且做了相应的模型。强化学习的算法有 Q 学习、Sasa、Sasa 深度 Q 网策略梯度，这个 AC。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算法，我们那个，包括这个软件包会详细给大家讲解这些东西。那总之，这个强化学习是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来学习决策的机器学习，它在许多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自从2015年以后，这个很多成果都是因为这个强化学习和这个神经网里面的深度学习产生的。深度学习在2015年之前，因为它是逐年解决，从2013年，它解决了就是这个，就是深度学习这个不收敛的问题，应该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随着网络层次的这个神经网络层次的深入，那个加长以后，它可能变成很多这个不收敛。所以说，在这个就多次的这种图片识别的竞赛中呢，他们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以后，这个深度学习就应用更广。深度学习，所以说后面我们需要解释深度学习的这种概念，它是通过多层神经网络模型来对复杂的这个输入进行建模和处理，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它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学习方法，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强化学习里面也包含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内容，所以它能自动的学习和提取数据中的特征，然后利用这些特征进行回归聚类。就是这个，深度学习呢，就是说它这个来，就是主要就是神经网络，因为神经网络的话，它可以，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就进行分类回归和聚类呢，就是说，聚类的话，再让人为给它标注一些类别，然后这个分类回归的话，因为它的输出可以是，离散的，也可以是连续的，就是它的网络层次，就是层次会可能会。多很多以后，就是我们说的，他可能会碰到刚才出来这些问题，但是这个意识形式传播，这个反向传播，包括这个计算这个收敛，我们前面讲的，在80年代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倒是80到90年代这个神经网又产生了一个小的这个高超突围模型的发展，然后到2000年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也是低谷，因为这时候的计算机算法也没有解决这个深度神经学习的这个东西，是最终在这个后期解决了这些东西以后，从2010年左右这个到现在取得了高速的发展。我们看它其实解决了哪些问题呢？这个核心的话，它是神经网络模型，它是由大量神经元构成，每个神经元
来自其他神经元的输入，就是前一层的神经元的输入，然后经过一定的计算呢，这个计算呢其实就是矩阵的这个正常的矩阵的这个运算啊。大家有过这种矩阵运算经验的话，能更好的理解这个东西。然后逐层传递信息，最终输出结果。输出结果的话，然后这个结果的话，它有一个就是反馈，就是反向叫输出结果以后，我们跟真实的结果进行比较，比较这个差异进行反向传播，然后逐层调整这个神经网络的参数，各个层次的参数，然后调整完了再重新计算，它得到的结果应该就能够我们说的叫收敛，就是最终的输出结果跟这个预测的结果或者是这个实际的结果之间这个差值会越来越小，就每次调整以后它这个差值会越来越小，这个就是叫收敛。当然，这里面具体的这种调整，这个会有很多这种就是方法，就是传统的这个数学里其实也有一些方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后面的话，这个深度学习这个就是演化出一些关键技术，比如说极波函数、正则化、轻量化归一、多泡的这些技术，可以克服这个网络处理和加速训练、提高泛化能力的一些等方面。这个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他们这个在2000年、2010年以后，在这一方面取得突破，所以这个深度学习就是这个应用更广泛，在这些方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方面都用深度学习。解释神经网络模型的话，就前面我们已经大致做过一些解释，然后这里面。神经网络是由多个神经元组成，经过一定的计算后输出结果。然后这里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查找，就是在实战中大家可以查找一些独立的这种神经网络的这个代码，可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计算的。其实就是一个矩阵的这个运算，矩阵的运算。每个神经元都有一个权值和一个偏值。然后通过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解线性代数是这样的这个方法，然后调整这个参数，调整参数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反向传播，常见的极波函数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要用极波函数呢？你算出一个值以后，它引不引这个东西，它需要对这个输出做一个这个变换，然后。这个变换的函数叫极波函数，它通常有这个休谟的 RGLU 和这个正切这个极波函数，这个就是让这个神经网络变成是非线性的，非线性的这个，因为这个现实中的线性方程其实是模拟非线性的，对不对？模拟非线，模拟解。这个非线性的问题，就是让这个整体的这个差值就是误差最小，但是神经网络本来就是非线性的，所以说它需要通过这些极波函数以后呢，它能够从，就是说已经从理论上证明它们可以提高这个预测的这个性能，这是可以从理论上去证明的，但是具体的证明方法的话，我觉得在后期我们会做这个，就是神经网络方面的这个中级教材，这样呢会详细给大家讲这些具体的这个做法。这个反向传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误差的反向传播，它又叫误差的反向传播，就是你这个神经网络逐层计算最后的结果跟真实的结果进行比较以后就产生误差。误差的话，这个误差的计算结果呢有很多种方法去计算误差呀，比如说均方差、交叉商，交叉商这是就是说计算误差，就是两个值它们现在差别有多大的这种方式，就是然后把它们这个差别计算好了以后呢，然后反向传播就是调整网络中，原来我们正向计算的时候逐层计算，第一层计算完那个结果作为第二层的输入去计算第二层的这个，对吧？逐层这样计算下去。反向这个误差的这个反向传播呢，就是我们先调整最后一层的这个误差，
然后这个逐渐往前调整，往前调整，这么一个反向传播。他们这个反向传播，我们讲就是80年代，他们这个通过这种，证实，就是梯度啊这种计算，证明是可以，就是每次调整以后，它这个计算出来的误差都会减小，都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因为这些很多这些计算的过程吧，都做成的这个，做成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这种框架，就是 TensorFlow 的框架呀。或者是这个 PyTorch 的框架，我们不需要再去专注于这样一些，就是最直接的这种编程计算，我们更多的专注是设计这样的网络，设计这样的网络，就是说有多少层，对吧？就是采用什么激活函数，采用什么这个每一层采用什么激活函数，怎么去布置这种东西，然后就剩下的就是训练优化的一些结果。有哪些好的激活函数呢？就是这个，激活函数，我们就是每一次计算完了以后，它就是一个，就是要适用一个非线性函数的这个计算的结果重新转换，重新转换。这样的话，就是把它这个应该是，我觉得非线性给它去掉，然后变成线性，感觉是这样的，但是未经证实。激活函数具有，这个它是处理非线性的数据，增加神经网络的拟合能力。激活函数，及其导数在整个定义域内连续，然后激活函数必须可导，里边在梯度下降等优化方法更新神经网络的这个权重，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有这样的特点。然后常用的激活函数就 sigmoid 的激活函数。这个 sigmoid 是早期一直都有用的，但是这个 RELU 函数啊，叫 refactor linear unit 这种，这是后发现的这种激活函数。而这种激活函数的话，这个就是更能解决一些非线性的这个问题，能有效的减轻梯度消失的问题。然后 tiny 函数也是传统的激活函数，这反正在 RELU 的，它就。就是后面比较新的，它可以避免 RELU 函数的死亡神经元问题。就是它这个都是东西都是就做了一些改进，就不断的改进这些函数，然后让整个这个算法就变得更加这个，就是优化了以后就可以增加这个神就是这个网络的层数，还有这个 SofTmax，因为多分类，就是以后就是。根据具体的这个情境，数据分类的是多分类问题，你用 SofTmax 函数，或者是你用做这个连续的，就是回归的这个预测，你用这个 RELU 的函数，甚至用这个 LeakRELU 的函数，这样，这是当然还可以查到更多的，我们可以在这个 ChatGPT 里面如果深度挖掘的话，什么是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就是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在做应用的时候。一些这个对这个数据，我们一般的做应用需要对这个输入的这个属性数据需要做一些预处理。预处理的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预处理就是这个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它这个什么叫归一化处理，是每个特征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更好的训练和优化神经网络。就是我们把有时候这个输入数据这个差值很大。差别很大，比如说从0到10000这种，差别很大。差别很大了以后呢，我们这个神经网络就不容易被调整，不容易被调整。我们可以把它限定到一定的范，映射到一定的范围以内，就是做一个映射，做一个映射，然后就是要对它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你把它变成这个，就是比如说是零到一之间的这样一个数。就是这个一个标准化，一个是归一化，标准化，一个是归一化，然后还有很多分类。分类的话，我们需要这个，就是说，分类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把这个分类展开以后，变成一个，就是可以融合这个分类的这种二进制，然后在这个，就是它有，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分四类，我们用四位二进制表示，次这一类的，
我们把它这个这位用一，不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位用这位用零啊，这样的去表示，它也是就是可以分四类。这样的话，这个输入的话，就比较标准化。你要用一二三四，对计算机的一二三四的这个理解啊，它不太善于理解这个一二三四是什么意思。然后如果你是这个分类的话，你是把它变成刚才这种样子的话，它就比较容易理，比较容易的。它是二进制的，就是。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解释了，就是说还有这个需要了解的一个就是损失函数，就是我们评估这个，就是说这个结果跟这个预测值之间的这种差异的这种也会有很多，就是所以我这里单独去找了一些这个函数，也可以用均方误差、交叉商，这基本前面提到过，对吧？然后还有对数损失函数，这个 Hinge 损失函数、Harbor 损失函数。这些损失函数呢，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可能在设计神经网络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这个神经网损失函数去。它这个损失函数满足的条件就是可微分性，然后单调性。这个数学里面的这些比较复杂的概念，比较复杂的概念，我们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学习理解，才能做得好。才能做得好啊，那我们是讲个差不多，就讲到这儿了。